叔啊，大叔比较暖嘛，小鲜肉不行，太调皮了。大叔，你会照顾人。小鲜肉啊，年轻啊，当然选大叔啊，因为大叔比较理解你啊。比较喜欢大叔吧，可能成熟一点。我会选大叔，因为大叔可能比较稳重成熟一点。大叔吧，比较会照顾人吧。我都不选，因为我已经有了我的小哥哥。我选小鲜肉。因为我喜欢年轻有活力的。我喜欢大叔型，因为比较成熟，喜欢成熟稳重一点的男生。我会选择大叔吧，因为成熟一点，然后会照顾我一点。大叔吧，因为思想比较成熟。我是比较喜欢成熟男生，因为大叔是老司机，可以带带我。可以带带我。可能大叔比较有味道。我觉得这个的话，就是看他对自己的好的程度吧，就是比较稳重成熟，然后能够给自己的人生方向就起到一定的作用的。选小鲜肉吧。为什么？大叔太老了。大叔太老了。大叔吧，成熟稳重一点，比较就是相处起来比较合适些。我喜欢成熟一点的男生。然后小鲜肉的话没有经验嘛，反正大叔的话就是有种那种成熟的气质啊。大叔吧，因为我可能就比较不够成熟，不够稳重。那相对大叔来说的话，跟我的性格可能会互补一些吧。请关注妹子有话说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